请坐下来，这样才看得到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分两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啊，大概有二十几个问题。这个一个题目发挥起来啊，可能就要可以要用两个小时啊。所以啊，问了二十几个问题啊，就变成要用简略的方式来回答。那么第二个大段呢，就是师父啊自己做笔记，把你们这个二十几个问题问答把它综合起来，用比较清楚的语言，属于鼓励性的名言来鼓励大家啊，来鼓励大家。那么在这里啊，希望啊大家能够聆听、倾听、倾心而注，专注的听，那对大家这辈子的修行啊有所注意，会有很大的帮忙。好，那么我就简单念一下你们问的问题。先第一大段第一部分就是二十几个问题，那么第二段就是师父自己做的笔记勉励大家。我们先来进行第一大段，让我们看看时间啊，时间如果过长，那么我们中间呢就休息10分钟。那么时间如果大家可以忍受，那么我们就一气呵成啊，看看时间怎么样。那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，那么大家都很辛苦啊，你们席地而坐啊，不过你们求法的心呢，很深切，我很感动。那我们现在就简单念一下你们现在问的这些问题。说顶礼啊，慈悲的上人师父啊，说这一次开示啊，这些当机者，就是这些居士啊，主要有几个类型啊，就是我们这一群的居士啊，是综合性的，叫做杂牌军啊，什么通通有了。第一类型的常年坚持放生的居士，这我们赞叹。那么常年，第二，常年做法会的居士啊，那么对于诵经啊特别有兴趣的，我们随喜赞叹。第三呢，助念团的居士，哦，这个功德无量，帮助众生往生。那么接下来是修学佛法很多年的居士，以及听经闻法很多的居士。那么现在啊，把居士的问题来汇合总啊，统计一下，就是把它汇集起来，总合起来，如下，请上人呢慈悲
开示。第一个问题，弟子闻法呀，有一段时间哦，知道佛法很好哦，但是啊，时常懈怠啊，不精进了，造成在生活中、工作上遇到境界的时候，不能提起正念，请上人师父啊，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自己时时精进学习，念念提起正念。这个啊，在经典里面讲啊，佛法的高僧大德祖师们呢、都勉励我们要身心平衡。比如说一般人都认为啊，这个四大皆空啊，无因无我，放任这个身体啊，生病啊，有的人讲啊，这是臭皮囊啊，就一直生病。那达摩大师来到中国，为什么要教人家功夫？那就是不能只有在佛法上用功，要在缘起的身心健康的一个平衡。所以我们一般人都偏激化了，你知道，你重视这个心灵，但是却不重视身体四大五阴的健康。那这样正念当然提不起来，所以让身体啊健康，心灵啊时时熏习如来的正法，这样容易啊提起正念啊。那么你说呀，要怎么样做到自己时时刻刻精进学习呢？第一点，身心要健康平衡。那么佛法的精进学习啊，不外乎不能离开闻思修。闻思修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闻慧思慧修慧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听经闻法，要常常思维如来的正确义理，然后身心付诸行动。但是这个最主要的根本呢、是用无分别心，名为真精进。一般人都是很精进，大部分都是肉体在精进，没有办法在无分别心、无所住下功夫。那这样就是精进以后又烦恼，烦恼以后又精进，那到最后呢，有一点点境界了，干脆就放弃。但是每一个人时空不一样啊，出家人啊的专职啊，在修行和弘法利身啊，那么在家居士呢，有在家居士的工作啊、家庭啊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。但是呢，
闻法、思维正法，落实到修行的真实层面，对大家都有帮助，不管出家在家。所以用无分别的真如本心，才能叫做真正的精进啊！因为佛法是心法，那心法的终极就是真如，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平等不二法门，这是真正的修行人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，师父啊，在弟子遇到大的逆境的时候，比如说啊，经历生死，或者是至亲的诋毁，就诋毁就是毁谤啊，或者最亲的人误会你了，或者最亲的人背叛你呀、啊，那么弟子啊会很长久的一段时间呢、哦，没有办法降服情绪哟、哦，并且反反复复的重复伤害自己，会觉得很委屈，会觉得很委屈，道理都知道都明白。告诉自己啊，不要信这个假象，把它当作真实。但是知道是假象，是假象啊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真正降服自己啊。那么，没有办法降服自己，就算我听经闻法，懂得一点道理啊，也只能暂时的俘获，啊，这不叫做俘获了啊。俘获是很了不起的，就是暂时啊不起烦恼，哦，俘获的福建是恶祸，怎么还得了？啊，俘获，你命中念佛就一定往生净土的，哎，这不叫做俘获，叫做暂时得到一点清凉，没什么烦恼，啊，这师父啊。我们呢、啊，该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？该如何关照自己的情绪，做到啊真正的转动？哎，一个先回答这个问题。诸位啊，我们呢 啊经历了生死，或者是至亲的一个。互相毁谤，乃至啊，至亲的人误会你、背叛你，诸位啊，这些啊都不存在，不存在。我们就举这个“背叛”两个字，佛法没有背叛这个名词的。通达空相、空性的人，怎么会有所谓顺境、逆境、背叛？那顺着你叫不背叛啊，那逆着你叫做背叛，这个也是一种我执我见啊，我慢的一个影子辐射出来的，也就是你的无明啊的手伸得太长了，想要去管别人，去用自己的角度影响别人。诸位啊，想一想啊，人死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是一堆白骨啊，你看到生命的究竟真实意啊，诸位啊，人死了以后剩下这一堆白骨啊，没有所谓毁谤，没有所谓误会，也没有所谓背叛，这是自己头上安头，我们清净的心性强加自己，化作一种观念，不知道五蕴皆空的道理。所以本来
是不存在的真实，没有所谓的诋毁，也没有所谓的误会。如果你放得下，没有所谓的误会；如果你放得下，也无所谓的背叛。本来啊，法界就是你自己的真如本心呢、啊。那你现在因为不明白真心本如一真法界的道理，所以就变成反反复复的用情绪啊来伤害自己。诸位啊，改变不了别人，但是却伤害自己变成事实。所以你过得煎熬焦虑，我哎，有智慧的人佛陀同情你，同情你啊，但是不能解决问题。内心里面呢、啊，放下我执我见我慢我相，才能彻底的连根拔起，也不需要反反复复。所以啊，这个就是不知道啊，彻底的摧毁这个假象，所以就变成反反复复的。本来没有人伤害你，现在变成观念伤害你自己，因为五蕴本来皆空啊。在座诸位啊，哪一个啊往生以后啊火化不成为骨灰的呀？那你这样活着都这一点看不透的话，和你真的会重复的伤害自己啊！你就是信假为真，信这个假象，把它当作永恒。世间没有永恒的，你用 X 光照射一下，照一下也是剩下一堆白骨啊，火化也是剩下一堆白骨啊，看得破啊，跳得过，那么要看自己啊。所以啊，无法降服自己，最主要就是说道理知道啊，种子习气太难太重了。所以啊，依靠佛法变成只能暂时的。你也讲得很好，这个叫做面对修行了。面对修行，真正的降服自己，好好的去关照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啊。好，那你说啊，上人该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？没有的。如果啊，没有大悟见性啊，大悟见性的圣人啊，见到真如本性啊，才有啊真实的自己，真实的自己。但是如何关照自己的情绪呢？那情绪是多余的痛苦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？苦的是自己啊，焦虑啊，烦恼啊，不原谅自己啊，想办法伤害自己啊，以为啊这样子可以得到良心不惩罚，不可能啊。所以要做到啊，关照自己的情绪，然后也做到真正的转动。诸位啊，如如不动叫做转动啊，没有东西让你转来转去啊，众相本来就空啊，还有什么东西让你转来转去？这个就不了解佛法呀。
了解佛法有无量无边的智慧。比如说我们一般呢，对无量无边的认识都是妄想。比如说从有为法推论啊，很多很多的星球，外太空有很多的星球，然后再推论啊，天空有无量无边的星球，这个是有量里面推论出无量，这个无量也是生灭，不是如来讲的无量。比如说这个人有100亿，那么推论起来说他很有钱，那还有人1000亿的比他更有钱，这个也不能达到无量无边，再多钱也是一个数量，有比较而来的。如来的无量啊，就是自性本空，所以啊，真正的做到转动的叫做如如不动，叫做转动。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？诸位啊，见性才有真实的自己。所有的众生呢、啊，对清净自性啊，都手忙脚乱。因为他不知道清净自性是什么，所以啊，很难啊，说不起情趣。那么你要转动，这是方便说，叫做转动。好，接下去第三个问题，请上人师父开示啊，关于意念的问题。师父说过，爱恨交织啊，会害死一个人。这种情执，包括父母跟子女啊，兄弟姐妹间啊，夫妻之间的这种情执，如何能做到真正的放下？有什么方法能够对治这种意念？对治不断在脑海里面重复的影像，不干扰自己的清净心。那么意思是说，这个人呢、有第八意识啊，会化作种种的意念呢、那么八是非一非一啊，所以这个讨论的范围又很深广。那么父母子女啊，这种情执啊，最主要的会干扰啊，是不明白啊，诸法空无自性啊，就认为那个是真的对象。我们之所以情执，是因为一直执着对方是真的，但不知道对方是一堆白骨。家庭的每一份子将来都要化成骨灰。那我不是叫大家消极啊，这个在解释诸法空无自性，但是这个诸法空无自性啊，很难理解，很难体会。说空不对，说有不对，说空也对，说有也对，这个对一般众生来讲啊，完全摸不着头绪。所以啊，我们呢只能讲对治啊，也只要了解兄妹啊，父子啊，夫妻啊，如何能够真的做到啊放下，就知道彻底的了解诸法空无自性。
这样子就不会一直在脑海里面重复的情指影像，就是影像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那本来就清净了，真如自性所显现出来的影子啊，请上人慈悲开示啊。第四个问题啊，关于受五戒的在家居士啊，触犯五戒啊，啊，杀盗淫妄酒的因果，以便大众啊时时警惕自己。诸位啊，在小圣讲的啊，很多杀盗淫啊，他讲的很严重，不通忏悔。但是在大圣讲的啊，他是可以忏悔的。比如说你要好好的拜八十八佛，可以灭啊五逆十二重罪。那你好好的吃楞严十小咒啊，所有的再重的罪犹如猛风吹散聚散。所以大圣佛法不断灭，简单讲就是你只要有心忏悔就有救。佛法大圣的国度的佛法是不断灭的，是有救的。那么如果说啊楞严咒太长了，那我们就专持大悲咒。大悲咒，哎，这个也可以哎灭掉五戒所犯的罪过。那么杀生呢，就欠人家的命债啊，下辈子啊还要还这个命债啊。那有的人每次忏悔都说啊啊，他呀踩到蚂蚁啦，啊，有时候洗菜呀洗到虫虫啊，啊，或者是蚊子太多呀，打蚊子啊，诸位啊，这个谁都会呀，这个就不要一直在这边浪费我的时间了。洗菜也会呀，啊，谁没有踩死过蚂蚁？啊，所以这个就不要一直在这边啊，假借清净之名啊啊，我要一定要向上人求忏悔。我昨天的不小心了，踩死了几只蚂蚁呀。这个你跟爷爷奶奶讲就可以了，不用跟我讲。接下来阿姨说我们呢、啊、受五戒的人呢、啊、这个应该比较不会犯，就是说偷盗啊，偷盗。那么盗人财物啊，现在就包括诈骗集团的另外一种盗的方式。这个盗啊，趁人不注意啊，用欺骗的手段，明的叫做抢啊，哎，暗的叫做偷，哎，所以啊，这个用一个盗，哎，来涵盖。但是哦，我相信受过五戒的人也应该不至于啊会去偷别人东西。那抢啊就犯国法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盗啊，诶，在戒律里面讲啊，哇，有上等的、中等的啊、下等的。诸位啊，你只要牢牢记住一句话，到寺庙去的三宝物，常住允许的水啊、肥皂啊、卫生纸啊，还有日常用品，
可以用的，这个不犯。要师父没有交代的，包括一粒沙、一颗种子、一片树叶都不能动，千万要记住。道常住物啊，这三宝物啊，就非常严重。哎，所以这个三宝物啊，千万不要动。哦，这个很严重的。接下来讲到这个影，诸位啊，如果你论到唯识学啊，这个果报啊，就变成它是本能，本能啊，也就是说与生俱来的就有繁衍后代的能力，所以啊，这个动物啊，生生不息，植物啊，绵绵无尽，就是都有繁衍后代的强大的能力。这个如果在医学上来讲，叫做繁衍后代啊，是大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关不好断，但是如果你下定决心先远离，然后行善，做功课，听经闻法，来一步一步一步，一点一滴的，慢慢好。这个影啊，叫做非理性的啊，比如说你一出生饮食吃下去你必须上洗手间。那么如果你结婚你到了一个一定的年龄结婚很自然的就繁衍后代，所以这个不好修，这一关很难，这一关要下定决心，要下定决心。第一个先远离，第二个为常住多发心，第三个多行善，念佛持咒求佛菩萨加倍，慢慢的，久了，那么淫欲太重就着色着于女色，就必须轮回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贪婪这个男女这是生死的根本，生死的根本。所以我告诉你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这个淫欲是生死的根本因此我们要看得淡薄一点。有的人很了不起的三四十岁就分房了。好，第四个叫做妄语。诸位我们佛弟子讲话要真诚。诸位常常讲妄语让人家发现会是对你失去信心，人家对你就再不相信叫做人格破产是最严重的破产。人没有钱了，人家还看得起你你常常讲话妄语骗人失去人格，以后你讲什么话人家都不相信你，这个叫人格破产。那么最后一个叫做酒喝酒喝多了，生生世世愚痴报，愚痴就是没有智慧了。
这顶礼上人呢，在家居士每个月放生一次哦。那么依照放生的仪轨进行放生呢，赞叹你啊，做了好事儿。不过要看整个环境啊，适不适合放生呢、所以我要鼓励人家放生前啊，先了解整个环保啊、环境啊、政府的政策啊，配合国家的政策。那么这些啊，放生的无名的众生没有名字啊，我没有名字的众生是否能够得到皈依和解脱？诸位啊，我只能说你做了一次好事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可以啊，你要代替他皈依啊。法法空无自性啊，那么你啊，心存善念呐、啊，代为皈依啊，结善缘啊，仅止于此啊。关于啊，会不会皈依呀、啊？啊，得不到皈依解脱呀、啊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！啊，有因缘的话，他先播下这个种子啊。第六，师父啊，弟子啊，遇到逆境、大的境界以后啊，会不由自主的懈怠，啊，变成习惯性的懈怠了，啊。很长的时间，那么甚至啊，会放弃自己的念头。要怎么样收回自己的正念呢？收回来呢？啊，要如何真正做到坚持不懈呢？诸位啊，众生啊，很难做到这样子。人啊，不是机器哦。没有办法24个小时转动不累哦。人呢、啊，身心如果不能得到平衡，懈怠、懒惰就会现前。所以啊，要有自觉的力量，要把身心保持健康。善知识的鼓励很重要，尤其要有一个好的团体。简单讲，自性自悟才能自觉。对啊，释迦牟尼佛旁边谁跟他鼓励的？佛陀呀，自觉甚至自己来。自己啊，有那个啊，术士的愿力，这一辈子加上充满智慧的视线，那凡夫就很难了。所以凡夫啊，要怎么样收回自己的正念呢？要多听经闻法，哎。诸位啊，念佛就是念正念，正念名为佛啊。许多人都不明白这一层道理，就是啊，我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我烦恼就起来，我也一样烦恼，啊，我念阿弥陀佛，跟隔壁的吵架、打架，啊。然后也说自己在修行，对，没有正念不叫做念佛啊。念佛念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是念念自己的正念啊。自己的正念提起阿弥陀佛，啊，你每天啊都跟人家吵架呀。跟隔壁啊闹翻了啊，你还敢说你在修行吗？如何做到坚持不懈呢？念念有正念，
就是念佛，念佛人。念佛念念有正念，就是坚持不懈哦。没有正念，怎么叫做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？佛就是觉悟，佛就是正觉，佛陀就是正念。难道佛阿弥陀在外面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啊，念自己的智慧般若正念，是真正念佛人。念了无念、无相、无住、无增，啊，每一个人啊，跟天地万物都和好，左邻右舍啊，多鼓励，一句恶口都不讲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不能叫做真的修行念佛人。每天啊，吵架闹事啊，还啊不自觉惭愧，说自己是念佛，每天诵几部经典啊，念几万声的佛啊，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我没有听说过诸佛跟左邻右舍吵过架的，没听过。所以念佛啊，最基本的智慧的观念都不懂啊，这样不行。第七个问题，助念团的居士们发心和愿力很好，说每次助念啊都会发愿，不到往生绝不停手。诸位啊，这句话问的并不圆满，他意思就是你去助念不到往生绝不停手，这意思就是碰到你来助念他，对方就一定要死啊！啊，你怎么知道他一定往生？他会走？那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他会拖两个月、三个月咯，是不是？他会拖好几个月。所以说，不到往生绝不停手，这句话要看情形，要请有经验的人医生判断一下，到临命中你才助念嘛。啊，他人都好好的，你硬要把他念死，我还是觉得你这个问题哈，问得不够圆满，是不是？那就碰到你助念的对方非死不行了、啊、那不是这样的。还有啊，你问的这个问题啊、哦、有时候啊看回来啊，我第一次看是以为每次去助念都这样发愿，一定要把自己念到往生，否则绝不停手。那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念死的意思。所以你这个问题啊，看这个文字的表面啊，是说希望送他往生。所以啊，有的人啊连续助念的十天，或者是助念的更长，那么这个居士不辞辛苦的精神值得赞叹。我觉得啊，助念呢、还是要听听印光大师的。印光大师讲得很清楚，在印光大师《精华录》，他说助念要轮流，要轮流。
啊，比如说啊，一个人助念个两个钟头、三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，看个人的体力了。啊，看个人体力，轮流。那如果说没有人，你家住在很偏远的地方，没人，那最好是准备一台念佛机。没人啊，因为有的住得非常乡下咯，是不是？那个地方也没人写佛，那走了以后呢，也没有人助念，那就用播经机。所以哦，在这里哦，师父要赞叹你们这个助念团，好，助念团啊，你们呢发有这个愿力哦，不到往生绝不停手，哇，这种精神呢、啊，让人很敬佩。但是我建议你要用智慧，人呢、啊、不是机器哦，啊，要听印光大师的建议，轮流知道吗？啊，轮流啊，轮流哈、哦。好，接下来第八个问题，上人师父，弟子们有一个共性的问题，平常大家都很精进，听经闻法持咒，坚持早晚课，每天呢、啊、几乎如此，坚持了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但是啦、啊、每一次碰到了有因缘啊，遇到善知识开示的时候，明明感觉自己心里有疑问，却又不知从何开口，就其原因，哎，所以自己觉得好像自己知道了很多道理，但是碰到了境界又无法做到，反而困住自己，啊，谜团疑团就越来越大，也不知道如何消除。哎，诸位啊，一句话，不解如来真实意呀、啊，消除不了的。再来，你有疑问是很正常的，表示你正在用功，你正在用功，知道吧？好，第九个问题。师父你好，外境环境啊，诱惑很大，弟子啊，有一些忍不住的毛病，有时候犯一下啊，时不时的犯一下，但是如果不犯，感觉就好像一直在纠结，好像犯了就比较容易放下，有时候还会给自己一点通融，那么这样子自己觉得自己的心反而不那么执着，用这种方法呢让自己的心安静，这样做妥不妥？诸位啊，你问的是欲望还有本能啊，哎，你问的是欲望还有本能啊，诸位啊，我刚刚讲过了，这个男女的这个欲望啊，这个凡夫来讲很难断的，吸气啊，种子不好断，这不叫做妥不妥的问题，这应当是有没有下定决心。但是在家居士有婚姻关系呢，有家庭呢，比如说啊，你要持
啊，老婆不辞，或者老婆要辞，那么老公不辞，这个，所以这个并不好辞，啊，不好辞，这就看个人了、啊，这里没有答案了、啊。啊，怎么样才能让你的心安静？那么你那个、啊、是安慰的一种安静。那我教导你，是根本上要了解，不要啊太苛责自己。啊，比如说，哎呀，你那个有本能呐、啊、的欲望太重了、啊，你一直啊半夜不睡觉啊，自责啊。啊，然后自己饿自己啊，用自我惩罚的方式处理你的本能啊，还有这些欲望啊，啊，这个都不是啊，祖师大德啊的一个教导你的最好方法。我们犯了要忏悔，但是不能过度自责。过度自责会内伤，啊，我们知道，哎，这是本能，啊，比如说啊，以前呢，每个月犯了多次，那我们呢，在家人呢有家庭，哎，或者是你单身欲望的本能，那么就少一点，哎，那么不可以用啊自我惩罚，比如说我三天三夜不睡觉啦。我呀，三天三夜不吃饭呐、啊，啊，我可以减少自己的欲望，不再犯呐、啊。诸位啊，这样不是修行，这个是啊，自己惩罚自己的啊，苦恨外道，这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